老板终于登场了，你非常荣幸成为代言人，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呢？我非常的兴奋，而且呢，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做 cosplay 的这样游戏的代言。那相信在我们的 CF 里面，应该把这个 cosplay 这个影儿都满足了哦，对不对？那里面你扮演了多少角色啊？总共有4到5个角色。4到5个，从罗拉一路到战士、美人鱼、精灵。那在拍摄的过程之中，相信留下了很多很棒的印象。对的，当然我可以说，我这个月呢，可以是非常有冒险者精神的一个月啊。当然是，我们看到你在听到有精彩的表现，所以刚刚那一段表演应该对你来讲的话是一块简单的蛋糕吧，然后对不对？不可以是蛋糕的。所以你今天穿的是黄金战士装扮，打的是非洲鼓，有一种冲突美学哦。这是你现场倒数5。